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边敬拜我们的上帝。这时候我想邀请大家站起来，好吗？今天呢是代降节的第三个主日，喜乐。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跟旁边的人说，喜乐要充满你。
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